中秋节制作安文。中秋节是中国人的节日。在中秋节，中国人赏月。在中秋节，中国人吃月饼。在中秋节，中国人赏灯。中国的中秋节是在阴历的8月15日。今年中秋节在9月19日。中秋节有一个故事关于后羿和嫦娥。很久以前，天上有10个太阳。后羿射下了9个太阳，羿皇大帝给后羿一个长生不老药。后羿的妻子嫦娥偷吃了他的长生不老药。猴子嫦娥飞上天，到了月亮里面。我喜欢中秋节。谢谢。在中秋节，中国人吃苹果。在中国的阴历8月15日，今年9月19日，这是中秋节。中秋，中秋，中秋节，中秋，中秋，中秋节，中国人吃月饼，还有赏月赏灯。中国人吃团圆，这是中秋节。中秋，中秋，中秋节，中秋，中秋，中秋节，在很久以前，天上有10个太阳，后羿射下9个太阳，太阳，太阳。中秋，中秋，中秋节，中秋，中秋，中秋节，羿皇大帝给后羿一个长生不老药，药药药药药药药。中秋，中秋，中秋节，中秋，中秋，中秋节，他的妻子嫦娥偷吃长生不老药，他飞上天，到月亮的里面。中秋，中秋，中秋节，中。